本节课程主要展示机器人视觉交互中的单目相机标定效果。出厂的镜像中已经标定好了相机，不需要自己再次操作。此次视频作为演示，准备好教程中的棋盘，启动相机。然后进入同一个 ID 容器的终端，再启动标定的代码。将棋盘放置在摄像头画面框中，上下左右移动棋盘，或者把棋盘旋转靠近以及远离相机。等待右上角均显示绿色后，点击校准、保存和提交。按照教程将相关的文件移动到对应路径下进行替换。此时就完成标定了。本次课程到此结束，感谢观看。